啊 ，Hello 呀，子哥，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下新英雄元哥的连招技巧，记住这个口诀：14332233。具体我们来看慢动作，慢动作首先啊，元哥先释放出一技能，召唤出一个傀儡，啊，傀儡走到那差不多的位置，然后开个那个大招，就是四技能啊，四技能之后，紧接着就直接可以开三技能，三技能可以有两段啊，第二段是有那种控人的效果，我们可以接着放三技能。放完三技能之后，接着马上可以放那个二技能，二技能就是把那个控制权转换到真身身上，然后接着再放一个二技能，二技能的真身上面的二技能是有伤害是比较高的啊。放完之后，如果对方还没有被秒杀掉，我们可以接着再放一个三技能，三技能瞄准一个位置，然后接着放一个三技能，就是直接秒杀啊。这就是元哥的一套秒人技巧，连招口诀就是14332233，就一技能、四技能、三三技能，然后二二技能，然后再一个三技能，就是一套秒杀了。